哎呀，这么快就被打败了？还不是那个王冕，要不是他，我早赢了。给我背画星，我要背画打败神兽战队。别让我失望。上吧，打败神兽战队。不好。这次谁也别想逃脱我的制裁。大家小心，大家召唤金刚，召唤神兽金刚。神鹿金刚，灵犀金刚，玄鸟金刚，宝象金刚，国鱼金刚，召唤。坚持住，我们肯定能打败网暴机械兽。又是你，你老是坏我好事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外星文明接触组织，一定是攻击外星文明的叛徒。大家快来看呐，魔鱼超人王民是攻击外星文明的叛徒。我本来是个人类，都是因为王民害我变成了机械兽。我好痛苦，大家要帮我主持公道啊！王民，你这个叛徒！王民，我不是叛徒，大家误会了。这就是你坏我好事的代价。我要让所有人都加入网暴行列，网络审判。别白费力气了。乖乖接受网络暴力的审判吧。叛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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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想办法先出去才能澄清自己。快打我们，叛徒，来打我们，叛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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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民，王民，王民，我来救你。王民是勾结外星人的叛徒，理应接受审判。胡说，王民身为魔鱼超人，怎么可能是叛徒？哦，那你说大雄霸那次他为什么不在？为什么只有他王民总是缺席战斗呢？这我看他是趁你们战斗给外星人通风报信去了。不可能。那你说他去哪了？抱歉，我有秘密任务不能告诉你们。王民都到这种境地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怎么样，我就说他是叛徒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嘿嘿，就算王明有秘密那又怎么样？他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身相处的好哥哥，如果连伙伴都不信任，还叫什么神兽战队？没错，我们相信王明。大家，你这么相信他，肯定跟他是一伙的。你也给我一起接受网络审判。这招好厉害啊，把他们全关起来我们就赢了。但是一定要小心，别按到退出键，不然审判空间就消失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网暴机械兽，你要小心，别按到退出键。笨蛋。
大家快找网爆机械兽身上的退出键，我们一定要救出王明和张力。休想！啊！你们在这耽误时间，他们俩估计已经不行了。王明，有我在，就别想伤害我的队友。对不起，我连累了你。信任伙伴，心心相印，这句话不是口号，是我的承诺。张力，互相信任就是我们的护盾。王明，我们一起突破。魔鱼金刚，灵犀金刚，鱼牛合体。鱼牛金刚，太好了。合体又怎么样？给我审判他们。暴力点，再暴力点。就是现在，无恐慌。你们都给我消失吧。退出键就在机械兽的右肩上，你看招。大家一起上，寒霜吐息。看我的飞弹！啊！哇！神鹿精能弹弓，不！王明、张力，你们怎么样？我没事，这次多亏了大家。网爆机械兽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快束手就擒吧！可恶！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！不好，他要自爆了！林通，我们快六合体！可你们的伤，我们一定要阻止网络暴力。好。来了，飞哥大人，飞哥大人，飞哥大人，你终于来了！网爆机械兽也被神兽战队打败了，意料之中。神兽战队，根据我的数据分析，你们的战斗力确实在网爆机械兽之上。但打网爆机械兽也消耗了你们不少能量吧？那又怎么样？我们还能打。能量不足20%。现在
你们的能量应该只剩两成了吧？六合体能量是内部数据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可是情报大师。怎么样，现在和我一决胜负啊？现在能量不足，我们先撤。好。神兽战队逃走了，肯定是怕了辉哥大人。辉哥大人威武。这次就放他们一马，下次